巴拉西，然后等他，我等他。来戴个眼镜好了。瑞士的九九八。You serious? 啊，我干嘛嘛嘛你啊？这里怎么都是狗？我他妈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啊，为什么？哔哔哔哔咕啊，哔哔哔哔咕啊！延续昨天的设定，你想要变成弹药包哦？各位都是我的弹药包。一六一给我闭嘴，快画图，不能只有我待在地下室。欺负的动态做到有点累，看来是时候拿出提神的饮料了。噔噔噔噔，陶笛能不能定做？做个九陶笛好像不错哎，带一个九陶去英歌，带一个笛子回家。斯巴拉西，哦，什么时候才会有空啊？我现在都只能开工作台。媳妇，媳妇，阿光，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请开始你的表演。我不会表演。我说的算。你不就是光头吗？怀疑吗？汪汪汪汪汪汪！我刚哀嚎的时候是发出什么声音？汪汪啊，什么东西？有狗啊，很正常，大家都有狗，很正常的吧？要养一起养啊！奶哥不讲真话。我昨天看到一篇推文说，奶哥虽然看起来很凶，但是他很常会说请跟谢谢，然后让别人说对不起。对，油条，我讲错了，油条，我讲错了，口误，口误，都有个哥。哎呦，不熟的人就会通通放弃啊。剪什么剪？剪屁剪啊！谁在考？哦，你讲，你们有看到我的滑鼠长什么样子吗？刚刚都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没错，一六一，他是第一个牺牲者，在日本京都。在日本京都的福建道和大社狐狸神社以及千本鸟居和神秘的狐狸雕像闻名。然而，这座神社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它其实是狗狗改造计划的秘密基地。兄弟。哦，不，什么亚赛啊，